你看，来刚才的所有的问题就在这里。你在这里，你还没有烧的话，你的那个汗料就进来了。这样你听得懂吗？你还没烧，你的汗料就进来了。我现在还没有进来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进来。它就连在这里了嘛。因为你这边还没有温度，你就在这边烧了，它一直都在这里嘛。这样你听得懂吗？好。那我们这种方式就是说，我能不能火象能够维持到左边跟右边同时受热？嗯，就受热面嘛，要同时，这样受热会比较慢。嗯，好，这样受热会比较快。没有啊。